怎么了？你还好吗？没事，我在旧苏联工厂的底层。我正在前往矿坑入口，就在设施的上方。你可以跟我在那里会合吗？我马上去。 各位同志，这份报告将说明我们在自由基地山区前所未有的发现。我们的开采工人挖到了一个巨大洞穴，里面充满了不曾在祖国见过的遗迹和满满的古文物。我们抓来作为工人的当地人，从我们发现古文物后，便开始出现相当焦虑的反应。他们一定知道这些遗迹背后的故事。 一个雕塑品，但这个看起来像是某种游戏。这些碎片好眼熟，我确定自己曾经看过类似的东西。
找到了，我正在混合原料。有关于巡逻员的消息吗？刚收到另一则讯息，他们正在移动。他们现在在哪里？糟糕，他们正朝着你的方向前进。你应该可以从他们旁边偷偷溜过，但可能来不及了。罗拉，抱歉。可恶。更多的宣传海报，努力工作对抗饥寒。只够做两份，我得谨慎使用。纳迪亚，解药有效，一切看起来不能说是正常，但至少跟上次不同。太好了，我也帮自己做了一份解药，而且供外公服用。如果我们找得到他，我现在去和你会合。稻草人，原来如此。这不可能是同一个地方，我先前还在这里迷了路。什么也没有，只是座森林。但上次的感觉好真实。这是圣三一的装备。上次全都大错特错，跟丢了进入溪谷的老人，失去费雪，失去派克，他们都死了，没有一点踪迹，眼见不能为凭。看到奇怪的东西，尸体比那更糟，会行走的东西大到把天空都挡住了，分辨不出什么才是真的，不确定是否有真的东西。那是眼睛吗？眼睛必须除掉。我的手现在稳定下来了，
碧灵师先来，停，不要乱动。巫火石可能没有看到，但是没有尸体，也许他们还在这里活得好好的。纳迪亚，你对这里的遗迹了解多少？就算是女巫住在那里之前，我的族人也不敢靠近溪谷。凯托尔在那里建造一座神庙，但后来都遭遇了不测，几个世代以来都没有人去过那。小心点，就算先前你看到的都不是真的，那个地方还是相当凶险。当在古拉格劳动营工作的罪恶感变得太过强烈时，我会做出抵抗，偷走螺丝起子，放错文书资料，都是一些难以弥补罪恶感的举动。有一天，我愚蠢的冒险被抓到了。你的外婆，也就是瑟拉菲玛，开口谎称是她犯下罪行，他们狠狠打了她一顿，但我得救了。当我找到机会感谢他的时候，他朝我的双脚吐口水，说我冒上生命危险，做的都是毫无意义的事。他提出挑战，要我去做更厉害的事。纳迪亚，你身上有很多他的影子。一开始，我觉得他很冷酷，他对我抗命的小小举动不屑一顾。那个地方，古拉格劳动营，他会抹杀人们的希望，并吞食仅存的尊严。他说，我只要一天没有全心全意地去抵抗，就是在助长暴行。他要求我拿出真心，因为他知道我能做得到，那是我所见识过最伟大的仁慈，而我为此爱着他。原来是狼，可恶！地上有油脂，原来这就是魔法火焰。
纳迪亚，快来！不，纳迪亚，怎么了？啊，是花粉的效果。吞下这个吧，外公，听得到吗？我尽力了，我救不了他，我尽力了。嘘，已经没事了，我留下来照顾他。是时候，你现在只剩下一份解药，小心使用。我们决定要等到冬天过去，我们私藏补给品，绘制地图，仔细的规划盘算。我给他内部的工作细节，他则帮我想办法拖慢古拉格劳动营类人的工作进度。如果我能让一台水力升降机失效的话，就可以让100人免去一天的矿坑工作。剪掉几辆卡车的线路，就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不会有特殊工作计划。我冒的风险非常大，但自从我遇见了你的外婆后，就无法再袖手旁观。我们知道孩子会让我们更难以逃脱，而他也尽可能地隐藏这个秘密，然后冷不防地他就被抓走了。他们把我们的女儿交给当地囚犯中的一位保姆，然后将色拉菲玛拖到溪谷去。我试着阻止他们在空地上反抗，我挡在运输车前面，准备为了救她而大开杀戒，但他们的人太多了。在他们把我拖走的时候，我扯开嗓子向他道别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见。他一定就在里面，总算到了。是他，一直都是他，在黑暗的边缘中伺机而动。我们到现在才明白，他是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。他是世界的中心，他可以呼云唤雾，操控我们的心智，也可以让我们恢复清醒。当他说出自己的名字巴巴雅嘎，我们的伤口就会愈合。如果说出其他话语，伤口就会再次裂开。我们什么都不是，只是他的掌中物，我们只能听令于他，我们像是为此而生。哦，天哪，他对他们做了什么？好晕，不，我需要最后的解药。这是最后一份了。过了的亚迪，你死后也要跟他们一样服侍我。
Oh!
Oh!
奥里卡多，够了，快住手！我知道你是谁。我可以想象你经历过什么才能生存下来。你根本什么也不懂。一切都结束了，你不需要再过这样的生活。瑟拉菲玛，伊多蒂，但是你死了。他们告诉我你已经死了。他会没事吗？不知道，不管是对谁都说来话长。家庭真不简单。哦，我懂，我很懂。罗拉，谢谢你做的这一切。我在四处走走看看，给他们一些独处的时间。我还要在附近走走看看，或许可以带点他的东西回村子。谢谢你，待会见。现在终于重逢了，他们未来还有漫长且艰辛的路要走。这么久以来，瑟拉菲玛一直戴着女巫的面具，我不确定她是